家，今天是11月27号，这一集应该是 Vlogmas 的第一集。再呢是我的第一堂课，现在是早上6点，所以我真的是刚睡醒，只有刷牙而已。因为呢，如果我现在不拍这一支影片的话，我等一下下课已经是下午4点了。然后现在的天气在外面是很暗，没错啊，晚上也更暗，所以我想说，那我就现在拍，反正都暗，对吧？因为明天呢，我要去爱丁堡参加我的毕业典礼，我会回去1周的时间，所以 Vlogmas 第一集应该会献给爱丁堡。那我今天上完课，就是到下午改完作业，我就会来整理行李。这就是我的 Vlogmas 第一集啦。如果你们没有看我去年的圣诞影片的话，就是在12月的时候，创作者们会每天更新影片，然后随剪随拍，随拍随剪。但去年我并没有每天更新，然后今年我也不可能每天更新，因为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得上课，然后我每天的课就是会完全没有间断，断至少6堂或者8堂，所以我根本不可能。我今年圣诞节应该会跟去年一样，就是会拍一些比较特别的 moment 或者是比较大的主题这样子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年就一起倒数圣诞节吧。明天要回爱丁堡，然后现在无动于衷。我现在呢在整理去爱丁堡的行李，然后之前就会有很多人问我说，我出国啊出去玩小的行李箱里面装什么。现在来跟大家讲，如果去这么冷的一个地方要带哪些东西。这个桥段肯定超无聊。首先是这个我的衣服，我跟你们说我的衣服呢全部都是同一个颜色，你们看傻眼。然后呢去爱丁堡的话，就我一定会带就是这种很厚的裤子。这种衣服呢真的要多买，这个在台湾才390，然后它这么厚耶，它一整个很赞。然后呢这个也是那种就是刚刚说的那种很厚的裤子。然后这个呢就是我还没折的衣服，很厚的这个，我这厚的只打算带一件，因为它真的你们看它超级蓬。然后这个也是在台湾买的，我回台湾第一件事情就是买衣服，你们看它超厚，这一件好像490吧，我实在是回台湾要带你们去买衣服。我的袜子，连我袜子都是这种颜色，对，反正就是我的衣柜非常的无聊。大家说我很会穿衣服，其实真的没有，我只是很会搭白色的衣服而已。接下来就是这边，哇，这个感觉好像摆地摊的人哦。首先呢就是这个，我一定要带这个包包，因为我要带电脑啊，好可怜，我要找个我的袜子为什么跑来这边。然后呢这个就是是不是有点自恋，也没有啊，这个是别人送我的，我觉得很可爱。然后里面呢有需要带防晒吗？我其实不太会化妆啦，我就只有这两个，我这两个用了大概几百年了，对，好的。然后呢我觉得这个还不错， Kiko 这个超便宜的，这才台币100块吧，好像遮瑕很美白哦。然后还有我必要的这个晕车药，这晕车药我不带我真的回爱丁堡真的是很可怕。好的，然后这个的话，这个是我在算是实验的保养品。然后我就跟公关讲说，因为想要给大家最精确的心得，所以我要拿去更冷的地方，所以就是带了他们家的东西要去试。然后对的，再来的话这个铺垫的袋子，因为它被我烧到了。然后决定要放暖暖包，毕竟我觉得爱丁堡很冷，就是好带着我很多。然后这个鞋子很便宜，这个鞋子在台币400块吧，因为我打算去买苏格兰裙，所以我觉得苏格兰裙配白色高跟鞋很怪，所以买了一个400块的鞋子。然后我的口红只有 MAC 的哟，我只有用他们家。然后我今天要回爱丁堡，可是我现在有点来不及，是因为我好饿哦，我有点想要去买东西吃，因为我早上从8点就上了5堂课到现在，然后现在下午2点出来要搭车，我真的很饿，我觉得我如果没有买东西，我等一下去火车站，等一下5个小时在火车上一定饿扁，但是我现在又没时间买，我先去看一下那个车。我连水都没有时间买，超级多人，
然后刚刚我行李还没办法放，就有两个 gentleman 帮我找。我真的觉得我每次上火车好像就是一脸我需要人家帮我弄行李。总而言之呢，这一班不是我搭过的火车，所以希望我不会晕车，因为我没有水吃晕车药。我要现在来睡觉。赫然在我的包包里面发现这个，哎，他告诉我们都要丢那个营养棒，不然真的会饿死。结果我吃完才发现我没有水啦，好干。七点了耶，为什么还没到？哇，我好想吃卤味哦，我真的喜欢好吃卤味。Oh my god， 我终于回来啦！你们知道现在几点吗？现在八点，我坐了整个人六个小时耶。刚刚帮我拿行李的男生跟我讲说，我是不是很晕？我要说就是因为现在那个火车误点，所以我可以拿 refund。拜托，我当时要可以拿 refund， 但是那个就拿不到钱啊，很麻烦。哦，我终于回来了，算了，非常的开心。而且重点是我原想知道为什么现在爱丁堡这么多人。哎，它整个火车站是怎么样？这太多人了吧？现在是。我拉一下，现在不是还没圣诞节吗？为什么这么多人呢？耶！啊，有了耶！哒哒哒哒！我现在非常的开心，我要先来去找我朋友，然后我要放行李，行李我要去吃饭。耶！我回来啦！爱丁堡的晚上就是长这样。坦白说，如果这是伦敦的晚上，我一定怕爆。但是爱丁堡就很棒。还有 party 的耶，再有三张学校的卡，有这个示意筒，来先打开。啊，我叫大家拍照哦，好可爱。我想念的东西们，耶！哎，晚上没有人哎，大家可以来，超好。是的，快点，我的盲盒，快，耶！爱丁堡的水好赞，大家早安。啊，忘记带毛毛了。我今天行程满档，然后我还没戴我的帽子。我现在呢要走去跟我一个朋友喝咖啡，然后我今天把我所有的给息都带出来，因为我要去学校用电脑，然后上课投资料。对，所以现在要去的那个咖啡厅在我家以前的旧家附近啊，我也没喝过。再见。他还给我一张这个，他说我走路可以来。可爱啊！呀呀！你居然没有倒，我要拍你倒哎！天气很好。毕业女士，去别的地方拍照，马上回来。用摄影师又来了哟！嘿嘿，我叫大拍照哦。我现在在叫大拍照。刚刚问 Poco 说，你上学院真的只要拍这样子吗？他说，嗯，上学院这么丑，我太尴尬了。我太优秀了，哈哈。好，走走路，走。这个人 ，Poco 进去了，主要是因为他要上台了之后才会有那个红桶，所以我们约了下午。然后我现在要去学校 C 5的电脑。对，人为什么要工作啊？想念的东西。
想说我要工作，所以我刚刚去厕所卸妆，然后我就遇到网友了。我为什么要卸妆？我想躲在这里，可是灯怎么开啊？历史性的一刻，我要擦给大家看，我终于有一个地方了。耶、yeah, ，我的小窝，我要封它为我的秘密基地。我被 innovation 的人骗，我终于来到这个地方，有插头了，可以插电脑了。对，我要躲在这里，大家不要来找我，我现在很狼狈。这是怎么样？我上完课四点，然后爱到长这样，有够暗，是这样半夜是不是？来告诉我你现在的心情。我现在的心情就是太快就结束了吧？我说很空虚耶，这100万在这儿，来大家看一下100万。哎、欸，我以为这毕业证书在里面，没有，这是个示意筒。来，请打开。哎、欸，这是空的啦，傻眼。他可能想说，大家比较想说要烫好的吧。大家，我是不是很猛？哎、欸，就是这样，我跟你们讲啊，就是要这样子。不要突然听我。我现在有个疑惑，为什么今年这个那么像仙人掌啊？省钱是？是仙人掌吗？一条比较省钱。我哦，你好。什么意思？我要走边看里边走。转过去。好，走。你要举手的，是不是？你要怎么？转过来，转转哪边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对对对，再一次，我说转就转。我的，好。我觉得主要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交通，就是他们真的不会乱扒喇叭啊。在伦敦我真的不知道，耶、yeah! ，非常开心。而且我觉得我在真的是在爱丁堡睡得比较好，哦，好想搬。我觉得我好像忘记跟你们讲，我是来这里算是一周，对，因为我的毕业典礼是礼拜五，但是POCO 是昨天。所以我就想说可以拍合照，所以我就提早上来啊，提早上来根本没差，我就带个电脑，所以非常的棒。对，这间就是搬家给我箱子的爷爷。这条现在这一条是我要回我舅家的路。真不知道我现在的那一间房间是不是台湾人住的？哎、欸，我其实真的蛮好奇的、欸。啊，这里好像都会有这种很累的画面，但真的很美，超美！今天的天气真的很好，超好的。漂亮，其实永远都不知道这个车到底怎么开上来的，就好像有路吧，但我都找不到那路。就算现在在，我记得我开学的时候来一次就觉得这里超美，然后住在对面的时候又来好几次，就现在再来还是觉得很美，所以我这段话根本就是废话。什么颜色好嘞？
for you. Because I will leave. This one is like very. 红的，而且男生的还有 party 的耶，我觉得很酷。然后这边是小朋友的，小朋友的也是男生女生扣的不一样，就是这个好像是扣在后面，然后女生这个是在前面。哦，开眼界了。我真的觉得在爱丁堡上课很安静哎，我觉得真的太赞了，而且采光很好。对啊，就是在伦敦上课的话，会一直有那个，就是你知道，就会一直有那个救护车那边叫叫叫叫。虽然我的学生跟我说他们不一定听得到，但是我就是觉得很吵。我就是怎么样，我很有那个爱丁堡滤镜。我等一下再上完一堂课，我就要带你们出去晃。居然有缺货的东西，日东红茶在伦敦也缺货。天哪！买完才想到今天是苏格兰国庆哎，跟城堡拍一张。哦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茶的太猛了，超好吃。心心念念的泰餐，结果我坐的这个位置跟我三个月前来吃的时候是一样的位置哎。就是这堆大家超好吃的这个，这个炸虾超级厉害。吃饱了，然后我要来去帮我的小帮手买礼物，但我小帮手其实蛮累的，因为我可能要求太高还怎么样，反正要去帮他们买围巾，然后因为小帮手有男生，我觉得男生就是你知道，就是英国男生都是围深蓝色，所以我等一下买深蓝色给他们，然后晚一点要帮我的室友买他的宵夜。看一下，如果你们要买的话，这间很猛，这一间也不错猛。这颜色好可爱，这个花色好可爱哦！啊，我都在看我的。我刚刚说这个很圣诞，然后他们就说这个更圣诞，超圣诞的。我们来当观光客，超好。大家觉得？这个红色的这个好，还是这个咖啡色的好？哪一个？我看400磅，400磅的。Thank you。直接这一大采购围巾是怎样？刚才店员还说你确定你要买这么多吗？我想说，我终于要帮忙买宵夜了，围巾店都关了。这间没有很有名，就是不是很多在爱丁堡读书人知道，但这间是我自己的私藏小爱店，它的鸡翅跟薯条超级好吃，回去开给你们看。你再闻一下，你快点闻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很少人知道，我认真，我去给它打开，就是反正我自己很喜欢的口味，但是我现在说不出来是什么口味，反正就是这个，很香对不对？是不是很香？耶、yeah. ！大家各位观众，这真的很好吃，你们相信我。你们如果在爱丁堡读书，拜托请去吃这个，真的很好吃。Okay. 这是期末考的人，然后我在帮他做他的那个茶叶蛋。我现在跟他介绍，就是他刚刚一直说我的围巾好像买不用钱一样。我们来看看我批发的，可是我跟你讲，真的就是。你买就是你买东西的时候，然后你要卖给别人的时候，然后你就会一直觉得好像你买不够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刚刚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我一直觉得说，就是越想越觉得说我好像越要给就是一堆人，然后你就会一直觉得说你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，就是你帮别人买，我不知道你会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反正我刚刚就是一直有这种感觉，然后所以别人路人才会觉得说好像就是你知道，以为我在干嘛，就是我在批发，而且我现在绕一圈，我很知道，我很知道我一定要怎么选。
好看吧？好看吧？尤其是我觉得这个，你看，你看这个，嗯、是不是还不错？不错，对，都不是我的，我是批发商。还是为明年的那个啊，明年的冬天做准备。我现在很会选，我现在是围巾大王。在过马路，我先围它。我后来选有就是红色的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圣诞节，然后蛮可爱。这个花色在外面绝对买不到。我现在呢有一点想要去学校办那个 alumni 的那个 membership， 我不确定能不能办得成，想说去看看。哦，到2025。我所以我现在有三张学校的卡，一张是之前印错然后 defer 的，然后这里有两张。我们现在终于要出门了，感谢这个等我有够久的人啊！我太爱你了。这个好香，超香，这个去年没有。我们现在在爱丁堡的圣诞市集，然后我今年没有打算拍认真的影片啦，就是去年拍过了，所以我们有没有哪些是去年没有，然后今年有的？耶、yeah! ！好可爱！我记得去年这一摊是 crab。今年变成热红酒了，去年我都没有排队啊，今年都很多人。这个去年没有，杰克卷。耶！这个超好吃，我都吃 fried chicken 口味。去年没有这个香氛 strawberry and kiwi， 然后 strawberry and kiwi。我刚刚逛到一半，这位小姐居然在问我 SPSS， 天哪，不要聊论文好吗？这是什么游戏？这个是让小朋友放电游戏，还是长高游戏？天哪，这游戏太难玩了吧！我好喜欢他的厨房，我不想走。我现在真的很像巫婆煮汤。这个巧克力，我之后再拍食谱。然后你们看这一锅，这一锅感觉可以卤20颗茶叶蛋。报告女孩，不错吧？外面卖5磅。不错。各位，这样陷下去也很可爱。重点是不用5磅。我来住这位女孩家，就是要治她的拖延。她说她发现她期末考只剩下1周。我想说，我第一天就知道了。现在在我的后花园，我等一下要离开，但是我要先带我的好室友去我的秘密基地。之前大家跟我分享说，不太确定秘密基地到底要怎么去，所以都找不到。我现在带你们去，然后等一下要回来，好烦，我不想走，我不想走。就是一个咖啡，然后我没有吃过这些，因为我都来只吃了咖啡而已。漂亮吗？那一间我没有吃过，它好像就是那种很多店呢。我真的不想走，你不要 ready 啊、不要。坐在火车站里面，我真心是很不想走。就是，可是我又知道我一定要回去，因为我要寄盲盒，你们明天的盲盒我要来寄出，所以我得回伦敦。但是我真的不想回伦敦，而且我明天还有8堂课。我也不知道我的包裹到底因为罢工来了没，所以得回去了。我不想，我真的不想。
我不想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队友说赶快上去。这边所有人都帮过我，一直在帮我找空位。天哪！全世界帮我找空位，还说他们隔壁可以放，就是叫我可能看我自己一个人放东西，太好笑了。我睡了一下，我要来吃室友帮我准备的晚餐。这是一间我室友很爱，我也很爱的日式料理店，超爱。我在爱丁堡的时候真的很喜欢，超日式。天哪，不是，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？我才离开一周而已，是想怎样？